观众，欢迎大家来到维多利亚公园，全体缤纷贺国庆巡游嘉年华马上展开。现在有请全体嘉宾肃立唱国歌。封路的措施，如果各位市民想亲身来到现场欣赏的话，就尽量乘搭交通工具啦。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留在家里看着我们电视的直播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回来跟大家看看巡游的盛况。市場現在圍院裡面看到醒獅隊剛剛在表演完畢，但是並不是代表他們今天表演完畢，而是他們開始巡遊出去了。還有我也看到很多穿著不同民族服飾的巡遊隊伍已經整裝待發了，不如我們現在立刻出去看看現場的情況，一定很熱鬧。文君啊，咁啊出边咧都相当热闹啊，善良啊！冇错，我见到咧街嘅两边咧都围满住咧观看嘅人龙啊！咁啊，翻翻嚟我哋现场咧，依然咧系周彪国术社会嘅醒狮表演啊！哇，睇真啲，原来男女都有嘅喎，加上咧亦都有老幼啊，啊长者有一齐参与，咁啊另外咧亦都睇到呢、這个学武吉祥啊！仔睇親啲咧，都真係有啲似我哋頭先嗰條用人排成嘅懵龍啊！哇，下邊啲真係要大力士啊！咁你睇啲上邊嘅小朋友咧，係配合得很好好噶。周邊嘅市民咧都攞住國旗同區旗，情況好，嗰、那個氣氛好熱烈啊！咁啊，250人嘅表演隊伍咧，係中外周彪國術體育會嘅醒獅表演咧，仲喺場內咧係進行緊嘅喎。咁啊，睇嚟咧，佢哋真係亦都好多花款啊！因為有250人咁多啦，我諗佢哋咧每個都扮演住唔同嘅角色啊！